东莞市真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多色 PVC 软胶垫生产设备的研发与制造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与不断进取，从原始的生产过程发展至现在的全自动生产，最大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。产品远销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尼日利亚、厄瓜多尔等国家地区。我公司研发的专利产品 ZY-JD0118 型系列多色胶垫全自动生产线，专利号 ZL2011-20177-095.6， 在行业中遥遥领先，节省了生产人员80%，原材料节省30%以上。整个生产过程全自动控制，当模具进入生产线即自动识别滴胶上色、初步塑化、风冷凉膜、底料灌注、震动去泡、烘烤成型、冷却定型、脱模，不间断的循环工作。整个生产流程分为以下八大步骤：一、自动滴胶上色，可以识别100个不同的模具，当模具进入位置后自动识别滴胶。初步塑化，滴胶完成，自动进入隧道炉进行色料烘烤，初步塑化。三、冷却降温，塑化后模具自动运行，经过降温区降温，进入下工序底料灌注。自动底料灌注，经过降温后模具自动进入底料灌注工位，经过自动识别进行底料灌注，根据不同模具灌注相应的胶量，此工位同样可识别100款不同的模具。五、震动去泡，底料灌注完成，自动进入震动工位，震动时间可根据实际进行调节，自动震动后原料均匀布满模具，消除气泡。六、烘烤成型，经过震动后模具自动进入隧道烘烤成型。
冷却定型。成型后进入冷却定型，通过自动输送，经过冷却水冷却，快速将产品冷却定型。脱模品检。